电视剧《恋恋江湖》是由李梅执导的古装武侠爱情轻喜剧，该剧根据小说《谁说江湖好》改编，讲述了在架空的历史时代里，门派纷争的江湖乱世中，花痴女孩余胜优如何不忘搞笑地追寻真爱，随后一步步完成成长，最终挫败一桩邪恶阴谋的故事。该剧于2019年10月30日在爱奇艺播出。创新之处不仅体现主线剧情高甜丰富，每集剧情开头巧加入的梦境小剧场也是本剧一大亮点。梦境小剧场烘托气氛的同时，又不影响剧情的流畅性，甚至给观众提供了科谈科研的新方式。各大主演更是上演金风反差萌，可玩性可看性极高。哇，才好哦，多正一个姑娘，嫁给我孙家来，我一定好好对你。然后在家里，你爸有点反应，爸爸有点反应啊。